妈呀，小清新，你看上去有点像怪叔叔。妹，我真的要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苏苏啊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看啊，这还早，对不对？你着什么急呢？咱们仨找个地儿坐会儿不就完了吗？苏苏不能喝酒。谁说要喝酒了？喝点别的不行吗？我累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不是苏苏，你听我说。相约不如偶遇，啊！你看这茫茫人海这么多人，咱们仨能遇到一块儿，这多大缘分啊，是不是？黑妹，咱俩不是说好了给龚一清介绍女朋友吗？你给那些女孩打电话，让他们来大街上跟他偶遇，行不行啊？那些女朋友我都不要。你不要能怎么样啊？一辈子打光棍，一辈子当离异男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苏苏，我说错了，我真的要走。苏苏，不好意思啊。怎么样了？啊？送我去医院。啊？不至于吧？你傻呀，孩子！叫车呀！哦，等一下啊。苏苏。啊，挂了呀！都这样了，接什么接呀？我挂了。给我要钱，给我。喂。喂，苏苏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还在黑妹家。你先回来吧，我有急事跟你说。什么急事啊？你先回来吧，电话里不好说。没那么快呢，对不起。行，赶紧。你那边听起来怎么怪怪的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我说黑妹有事，我没事，我在洗手间，所以可能听起来怪怪的。你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我去接你。够了，你先睡吧。我先睡？你不回来了？我妈在那儿唠唠叨叨的没完，我怎么睡啊？喂，那个信号不好，我先挂了。喂。哎，喂，喂。把人逼疯吗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燕西，你爸刚才打电话来了。怎么了？奶奶的病严重了。是你小叔，你小叔出车祸了。啊，说是很严重，到底多严重我也说不好。不过你爸在电话那边哭得挺厉害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爸让我们回去一趟，说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你能请假吗？应该能。那我就去收拾东西，你也收拾收拾，咱们早点出发。妈，那婷婷怎么办啊？哦，是啊，怎么办呢？赵总还没回来，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去，要不先把他送到何必那儿吧。能行吗？哎呦，能行。那也只有这样了，他在你屋里睡着呢，就把他叫起来送过去。好，我收拾东西去。可能是胎儿真的有问题，身体察觉到了，
非选择不要的。医生还说了，他说你马上就能怀宝宝了，马上就能怀。叔叔，你没事吧？今晚你要留院观察，明儿一早要是没问题，就可以出院了。你放心啊，我一直陪着你。哦，还有龚一心。谁？龚一心一直在门外呢。在我走之前，我想跟你说，对不起，真的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真不是有意的，真不是有意的。什么也别跟我说，给我出去，出去！我喝点酒我就耍酒疯，但是我没有恶意，我真的没有恶意，苏苏。妹妹，你把他给我赶走。原谅我行吗？求求你，原谅我行不行？你不走，你不走，我走。妹妹，你知道，你走啊！你求求你，赶快走。快走！